个头？想想办法呗，现在都已经坐吃山空了吧？想什么办法？没米了，去隔壁邻居帮我借几斤回来，今天晚上先吃着先。隔壁邻居我都借过遍了，人家都看到我都怕了。怕什么怕？去借。那你去借了，我是不去的吧？没空，我眼困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你天天都是这样子，你要说清明的时候说过完清明你就去广东找工作了。马上都五一了，我现在五一等一下过完又有什么8月15了，8月15过完又有国庆了，你一天到晚就在家过节啦，吃什么？吃西北风啊！真是啊，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啰嗦了啊？现在不是还有2天就过到五一了。先过五一不行吗？问题是现在我们吃什么呀？还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小孩不？如果有小孩了的话吃什么？喂，吃什么？吃米啊，吃饭啊，吃粥啊。真的是当初瞎了眼啊，加上你这种人天天吃白粥白粥的。哼，干嘛呀老牛啊，你们两个在这里吵啥吵啊？他们来这里干嘛？你是看见话啊你啊。哎呀，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在这里吵吵吵吵的。哎，三妹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们家有没有米啊？先可不可以借两斤我们？啊，对对对，借三妹借，大家有。哎呀，借米呀、啊，你们两个，哎呦，生活过成这样子，连米都没下锅啦。没有了。你借不借嘛？是啊，等一下你借几斤米。那你们俩，那你不会出去工作啊？过五一天嘛，过了五一他就去了，他一下去找到工作了，然后给我寄钱回来了，我就还你好吗？是啊，他这种人我不敢借给他，他在村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懒啊，说这种流懒汉，什么真？哎呀，那本来就是啊，啰嗦。哎呀，不过这样子我有一个赚钱的方法，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兴趣？什么赚钱方法？过来，是什么办法？你想不想要这个先？肯定想了，我做梦都想，我做梦都想到中500万。那要不这样子，你让你老婆跟我去，别的村里面逛一圈，逛一圈就有这个了？是啊，别说逛一圈，逛10圈都没问题。我逛一圈就有，走啊！是啊，我听到了，不用瞒我了。啊，逛一圈就有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们两个愿不愿意呢？肯定愿意啊！我先说明哦，也是去，你也知道我做什么的吧？我知道，你在做媒的嘛。那所以说啊，你同意的话，我就带你老婆去了哦。肯定同意啦，逛一圈就有了，怕什么？是不是？反正又不过夜是吧？对啊，肯定是不过夜的哦。是啊，不能过夜的回来啦。哦，这样可以赚10天都可以，天天带他就赚都可以啊。行啊，那我带他去了吗？等一下。那五一我都不用去广东了啊。过完五一过再过了那个端午节，过完端午节我再过完六一，过六一过7月14，过7月148月15。哎，可以，反正你去不去不关我事，主要是你答应。答应，来吧，去，哎呀，把这衣服解掉，穿这个去，等一下，是啊，快点，哎呀，真的是关键时刻，哎呀，这么急干嘛？那不是家里都没米了，你想饿死我了？快，哎呀，真的是，你在家等我啊，快点回来啊，你走了啊，多照一点吧，看你的啊，你睡觉啊，好，又可以睡觉了，哎呀。又不用去广东了，今年。嘿，给我大叫！喂，大飞！哎，三妹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三妹，刚刚去你家都没找到你，刚回来啊？是啊，刚回来。哎呦，啥时候又换了新车了？哎呀，就前几天刚换的宝马。这样子啊？这样子的，大飞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是不是？都。老是忙着事业都没够，身边没有一个贤内助的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忙着生意都没有想得到找一个老婆，结果呢都耽误到现在33岁了。那不是，今天我给你带一个妹妹过来啦。你好，帅哥。这个怎么样？哎呀，挺漂亮的哦。他叫大飞，大飞，对呀、啊，我叫小芳，都来了33。33啊，对，我三十，
三十啊，相差三岁，那也不大，还年轻啊。是啊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小芳啊，你是读什么毕业的？我读会计的，中专会计。会计啊？嗯，是啊。呀，那正好了。正好啊，正好啊。哎，小麦过来一下。咋了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在上面开了新公司啊，正缺一个会计。缺一个会计啊？是啊，看这个美女长得又漂亮，而且的话学历又高，如果我跟她成的话，我给20000块钱红包呢。真的？是啊。20000块？行，那我帮你跟她说说。好，那你说说噻。来来，小芳啊，怎么了？过来啊，今天香了前面那几个，这个太少了，这个。大户人家了哦，跟你说，这个很有钱的哦。我看你是那个红马，我第一次见了，我之前摸都没摸过。会很好一点啊。哦，原来你做这个那么赚钱的。那肯定啊，只要你配合的好，这一单成的话，肯定有10000-20000块。嗯。喂，大伯。哎。说聊得怎么样？你们相互了解一下，深入了解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我不用了解了。我一眼看中的人不会错的。对啊，是啊，我跟他说，他也说愿意哦。愿意啊。是啊。哎呀，那小芳竟然愿意，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县城里面去吃个烛光晚餐。哎呦，烛光晚餐啊。是啊，今天晚上、啊、我长那么大我都还没吃过烛光晚餐呢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走啊。那等上马上去啊。可以啊可以啊。哎，你不跟我回去先吗？晚上你们再约啊。哎呀，回什么去？人家都愿意了，还回去？真的是，还真的不懂。哎、小芳，哎，什么？来，这里10000拿走，再给10000啊！再给10000，20000，给这么多啊、哎！你的也有，小芳。哇，我也有啊。是啊。这天哪、啊，我都没那。那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晚上我再带他去跟你赴约啊。什么晚上？现在就去了。现在也快晚了哦。是啊，去到县城都刚好到饭点。是啊，小芳，哎呀，你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啊，真的，我真的看上他了，怎么？可是你现在不跟我回去，你叫我回去怎么跟你家那位交代呀、啊？哎呀，我就那位，那就算了，你就跟他说我去广东了，去广东了，他也是。后吃懒做的那种人，我觉得跟着他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我问他，那你们不是结婚了吗？结婚了没办证的，只是摆了酒，没办证啊。可是你得赶紧跟我回去一趟。我不跟了，我交代啊！你放了这么大一个大老板，我不跟，我还回去跟他过那种苦日子啊啊！有上顿没下顿呢，刚刚你也看到了啊，连米都没有家里，我还跟他，我不回去了，你自己回去跟他解释了。可是我不好交代呀、啊，你自己想，那是你自己，你就说我去广东打工了就行了，他很好糊弄的，干脆这样，你就拿1000块钱给他，你说我给他的，当我给他，我给他，嗯，可以了。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这是鸡歪半天干嘛？是啊，你小芳就回去了啊！我们直接上车了。哎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妥啊。什么不妥？好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拜拜了啊！哇，这个宝马啊，我都没坐过。哎，小妹，多谢了啊！到时候给个助手你啊，多谢了。咋搞啊这？算了，先回去先吧。我有点难过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下可咋整？哎呀！老牛、哎，我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我老婆呢？哦，你老婆啊？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今天赚的。哎，过来过来。你看。快，你别抢啊！你老婆刚刚跟我说，她说她去广东了，叫我拿一点，拿2000块钱回来给你买米生活。她的那一份她也拿了，这里是我的窝，你不要打我。她去广东了？是啊，
哎呀，去广东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怎么办？哎呀，他说两个人在家里面又没有一个人工作不行，他说他要出去打拼，到时候寄钱回来给你。这样啊？是啊。真的不？是啊。那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老婆，哎呦。那不是，你看你娶得到这么好的个老婆，2000块钱不够我在家里面生活啊。哎呀，我再支援你1000吧。这行了，行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哎呀，这么好啊。哦。那他叫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老婆说。你老婆叫我跟你说，叫你不要太想他啊。哦，我有钱在家里，不想不想无所谓的。他说他到时候赚了钱就回来了啊。那好，那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好。哎呀，舍不得他妹，跟我老婆去赚那么多钱回来，我老婆还去广东打工赚钱回来养我，那我都不用去广东打工了，也不用去工作了，在家里面还是继续睡我大觉。